求囡仔，结果安怎？哎呀，我就去问菩萨讲哦，敢会当出我家圆圆欧巴一个小宝宝？结果我拢抱无背。哈，奈安尼啊？哎呦，大姊讲迄间庙足灵蛇，安尼你袂生哦？哎呦喂呀！阿弥陀佛，圆圆哪有可能袂生啦？哎呀，大妈咪妈咪，你莫紧张。虽然我跋无杯，啊，不过欧巴有啊，伊跋一届就成杯呢。啊，欧巴看到成杯哦，欢喜到甲心明安尼一直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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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摆哦。哟，你好，你好，赞赞赞赞，袂歹，你真够力啊，成杯呢。恁阿公哦，爱加油哦，我等恁回来好消息啦。那我知影，我爱加油。好啦，好啦。莹莹啊，你还够少年，啊，够真侪代志唔办。你若是真正想要做妈妈吼，你爱为即马开始，就要控制饮食，若无时间会足辛苦的哦。我知，从即马开始，迄甜点、蛋糕我袂阁食，为着要有一个健康的宝宝，我一定爱饮奶。啊，你就对啊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有啥物问题哦，你拢会当来请教迄大妈咪哦，甲你的妈咪，伊是三个呢，嘛是算有经验啦。哎呦，我甲你请教，哈。多谢大妈咪，阿妈咪，当我有心吼，就靠你啊。哦，假讲的啦，你问我哦，别个代志我无一定办，啊，唔讲哦，生囡仔这个代志，哎呦，我专门靠的啦，我生三个呢，你两个哥哥呢，一个比一个更加优秀。对啦对啦，算你正好。我来开门。强体温，你来干啥？咱只搞什么代志？去外口讲，不要在电车，赶出去啊！你误会啊，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臭主意的。你要找我对人把创啥？就是错当。Kelly 姐，啊？哎，莹莹，这是你后头厝。系啊系啊，啊你哪会知影我后头厝伫只？只是拄仔好尔，我是来找臭主意的。阮爸爸伫个这个社区做清洁员。要么我听讲，蔡太太打电话给清洁公司，讲要甲伊开除，甚至连这个社区拢不想要回礼拜。大妈咪，妈咪，你敢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啊对，之前你妈咪哦，对迄个清洁工哦，有淡薄仔误会啦。无误会哦，就是我打电话清洁公司叫因开除的啊。哦。啊，所以伊是恁老爸。啊，所以你就是进前天虹集团千金小姐，你今仔日是替恁爸爸讨公道的哦。阮爸真少做唔对，但是无唔对，要唔过伊嘛去坐家，做搞了，健健当当吃头路，把真守本分替别人拼死。蔡太太，我想问一个，敢是伊的态度无够认真？还是对恁家有情的太太不够巴结，所以恁家安尼对待伊。哎呀，这件代志哦，确实是阮做了唔对啦，是嘞啦。啊，其实平常时哦，我看江先生伫社区摒扫哦，真正足骨力嘞，嘛足有礼貌，啊，看到人啊，拢会笑笑的拍招呼啦。大姐。我就跟你讲，江有礼是一个大骗子啦，伊绝对哦，袂用伫咱社区行动啦。咱的社区哦，有带足侪退休的人哦，若是遐个人哦，钱去哦骗骗去哦，你要负责。阮爸真正做唔着代志，也毋过伊即摆已经悔改啊。为什么你就袂用，让一个做唔着代志的人重新开始的机会？你是不是用骗的？你糟蹋阮爸！大姐啊，你看，这查某囡仔有够歹，亲门大户来骂人。是你害人老爸吃无头路，伊
当然爱问较清楚的啊。牛坑啊，北京嘛是牛啦！你莫看江有林哦，表面上装啊遐尼高义，心肝内底想啥，谁知呀？既然你袂记钱别人好，那恁你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啊。是，阮爸进前也是害足侪人的投资哦放水了。那恁你咧？恁厝内底的人敢知影你的倒菜底？敢知影你进前伫酒店上班？哈，伊是信骗。你常常久久讲伊坐过甲无代志信任，你毋过你家己的，莫我一段无法度过去的垃圾袋，你嘛无外清白。妈咪，你敢真正跑去酒店上班啊？我即马就是甲你对阮爸的偏见，还佮有不良全部还互你。安娜，别人当你查某囝的面，甲你所有代志拢揭揭出来，你是不是嘛感觉足见笑的？见笑的人是你啊！讲到真好听，什么婚礼顾问，暗时在酒店陪酒趁钱，你有较清白？你有较清白？妈咪，你莫安尼啦！我甲你讲啦。我二十年前哦，就上岸啦。你即马咧？你即马咧？你的人生哦，有可能安尼乌有去啊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莫阁讲啊啦，你。哎呦，你家己嘛知影，有真侪查某人拢是不得已才去酒店上班的啊。你敢想安尼为难？是医生把我的底压压出来呢。伊讲咱有讲好，爱互相保守秘密，伊无守信用啦。我去酒店上班，是为着要生活，甲阮爸同款。伊即摆互拐出来啊，伊只是想要食一个头路，可以想出趁钱尔。但过你咧，你连这一点仔钱都无爱互伊。给你姐，是你啦，我会去甲亲戚公司讲，啊，叫因甲头路还给阿姐。你莫遐尼激动，没耶，回伫个家哦。好啦，妈咪，你嘛莫安尼啦。是啦，人嘛爱生活。生活咧，唔是为着生活，生活咧无够穷啊。我嘛真痛苦啊，恁根本就拢无了解。恁看咧办啦！哎呦，你处理你妈咪，我来甲张小姐讲啦，哈。张小姐啊，啊，你的意思哦，我拢了解啊啦。我会马上打电话给清洁公司，请因哦，把恁爸爸请回来。啊，所有哦，造成哦恁爸仔囝的困扰甲损失，阮拢愿意承担呐。好，安尼，你敢会用的？哈，麻烦你啊。看这个江小姐这么心肝来哦，绝对有足侪怨恨啊！我来甲伊送一个，顺续啊回一个信嘞，安尼敢好？嘛好啦，好，你去好啊，甲人讲啦。哎呦，真该哦，真正是哦，春香想过冲崩啊啦！你一定该好啊，甲人回信嘞，哈。啊，我知。进去啦。